这是主看控制，然后下方的这个蓝色线是我们期望的力量，期望最大力量。红色是目前都是有量到的力量值，然后现在期望力最大力量是20，然后拿拢都是有去压，可以压这连杆，可以感觉到这个连杆的阻力非常的轻。然后将数值改成50，然后再去拿都是有压连杆，可以感觉到有稍微重了一些。然后红色追击的范围也差不多在蓝色指定位置。然后我们把力量改成100克。然后因为都有50克重量，所以有明显的感觉变重。同理150克也是一样的道理。